嘿，老铁们，您猜怎么着？像这种猕猴桃，特别硬的，到家收到了都需要放冷了再吃的啊。咱们打开一个看一下。今年呀，我们又开始摘桃子了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家牛排新鲜采摘的啊，刚刚上市，它是黄肉的。来，再尝一口啊。哇，又脆又香甜的一款桃，如果你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下方小黄车就有。又准备铺螃蟹了，先给螃蟹洗个澡，再给螃蟹泡个温泉，扣上盖，再给它加点调料，来，再让它泡个盐浴，查卡盐湖的盐，六味真火给它打开，开始蒸炸了，开锅以后五分钟就熟了，来看一下，小屁股都撅起来了，咱们打开一个看一下。有点热啊，刚出锅的，看到了吧，都是花啊，咱们再掰开一只啊，来，咱们把它撅开，我去，看到这花了吧，尝一口。今天啊又吃新品了啊，近距离啊打开看一下，看，哇，它掉了啊，看，白毛桃很多老铁都吃过了，但是像这个珍珠白油桃，白花蒲，我敢说你们肯定还没有吃过，来尝一口啊，尝尝它的口感怎么样啊。哇，酥脆呀，嗯，酸酸甜甜，酒甜栗酸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再来一口。现在的西红柿啊，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啊是那种催熟的，来您看一下啊，每一个啊都是渐变成熟的啊，由青变红，来咱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啊，掰开，每天啊都是最新鲜的现摘的果子，来掰开一个看一下啊，每一个啊沙度都是特别大的，而且是软软的那种，看有没有食欲，来咱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哇，汁水啊超级超级多，如果您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下方小黄车就有。冬吃萝卜夏吃姜啊，听一听它这个声音啊，哇，嘎嘣脆啊，啊就这么切啊，这萝卜都感觉炸裂的那种，尝一尝口感，每一根啊都是脆脆的甜甜的，如果你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下方小黄车就有。来朋友们，今天呀又来摘羊角蜜了啊，我用这个给大家打开一个看一看啊，特别漂亮，而且这个瓜呢还特别的香甜，来看汁水都已经流下来了啊，哇，咱们打开看一下里边的瓜瓤怎么样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了，看，尝一口，嗯，脆脆甜甜的，如果你也喜欢吃，记得点开我头像来看我直播。我们家丽娜西红柿开始陆续的成熟了啊，看一下，来咱们摘一个，都是渐变熟的啊，不点红不催熟，近距离看一下，来看到吧，不点红不催熟的，如果说是催熟的，这一穗就通通的全红了，会抹上药的，咱这都是不抹药不用药物催熟的啊，来咱们掰开一个看一下啊，起沙有籽儿有汁水，而且啊不空心，看到了吗，怎么样，我们家丽娜西红柿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嗯，酸酸甜甜，小吃味道，如果您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。这个就是咱们的普罗旺斯西红柿，每一个啊都是自然成熟的，来咱们掰开一个看一下啊，自然熟的西红柿啊，它是起沙有籽儿不空心，看一下这个沙度啊怎么样，有没有家里以前小园亲手种植那个西红柿的感觉，来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嗯，酸酸甜甜，汁水啊特别特别多，特别特别绵，如果您喜欢吃，来我直播间下方小黄车里。